节目内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好緊湊啊！冇錯，真係好緊張。講緊 Coco 嘅問題啦，咁想知多啲。係啦，係面有藍色啦，灰灰地嘅額頭。咁而家係啦，接受咧。等先 ，Coco 接唔接受到先？可以繼續。而家仲可以繼續。接受哦，繼續啦。可以繼續。因為你有冇啲嘢想加深再問多少少先先俾解決個問題？我而家根本就唔知道可以知道啲乜嘢，做得啲乜嘢，係混亂狀態。係啦，係啦，係，係啦。你的眼睛還在受緊的，我覺得你問我，因為你的色是最緊的，所以你短期之內呢雖然有改變，但我覺得你都未知過變化是否解決得到。嗯，而且你問我呢，我會比較你這個變化可能要最少 last 多幾個月。他現在冬天這個位置即起碼他最近這個色這樣，我覺得最少有三個月至半年之間還在 struggle 緊，所以變成他搞得整件事看得比 比較通透一點，下年春夏之間，所以變成我覺得理論上他整個春天都不會特別好好過的了，甚至乎夏天 他夏天開始有解決方法似乎出現，但個混戰咧又喺當時嘅情況先至開始有啲比較明顯嘅情況，咁所以變咗佢呢一個情況係我唔覺得短期會有好大嘅解決跡象啊。不過即管就試一試先啦。咁而且我又覺得你同你你個性格又強啦，但係強中你有弱啦，因為你個唔算好高嘅其實，所以變咗你都某啲即你我都話你會褪某啲位嘅。但去到某些位置你都會反擊的，所以變成就你兩個會似有些各不相讓的情況，所以變成我想溝通上面讓我見到這樣都比較不太理想的了。如果你問我可以解決的，就即管試一下兩個可能就是找些辦法去增強溝通，如兩個人關係不算太差的都可以嘗試去旅行，去啊，揾啲嘢去，可以揾啲位，有啲嗰啲旅行，可能個地方會 soft 一啲，令到大家個關係冇咁緊張，即係 relax 啲嘅 ，relax 啲去傾下，先至解決呢個問題。或者如果Coco係咁 strong 嘅話，會唔會自己可能即係叫自己隱讓啲啊？語言上或者大家相處上，嗱，佢個惡骨好明顯，佢好惡骨好明顯啊。惡骨好明顯嘅人咧，會有一個特點嘅就係佢會據理力爭嗱。他覺得自己錯他會認的，但如果覺得他自己不是沒錯，不是沒道理的，他那個位置會死咬的，所以他這樣的面相也不是完全很絕對隱讓的面相，就是說道理而已，所以變成他是在那些位置上面我覺得很難完全會隱讓到，雖然有時候我們叫即兩夫婦，我經常都勸人家相嗌不要口氣，不如一人隱讓一步吧，一人少句，但是又有些人的性格又是比較據理力爭，即他沒有錯的，其實據理力爭，不過問題就是在婚姻上面兩個都據理力爭通常都不會有好結果的，所以要一粒一粒，所以我成日覺得所以有時候要溝通，不先處理情緒後處理事情，成日講溝通是很重要，而且但是你兩個溝通不是很理想，你的牙上不理想呢，溝通有些溝通有些直，那句是這樣就這樣的，即是不會很修飾的，要不要箍牙呢？箍牙會有幫助，我經常說即是箍牙箍上你箍下你下仲有喎，你下牙齒係內凹噶喎，下牙齒逢啲牙齒，如果你見到啦，有內凹嘅情況咧，身體會有突然間轉得好差嘅情況，你如是你父母如是，所以你今日牙上父母一定最少有一個一生一次大災，係通常講身體疾病嘅，應該要唔知咁嘅面相都會出現過噶啦，不過過咗
就應該就即係咪咁容易？因為佢唔見蘇娜，嗯，蘇娜就比較容易係去到即係生離死別嘅階段。咁所以你冇蘇娜就理論上即係比較容易過得到嘅。咁，嗯，你父母如是，你都如是。所以點解要箍牙咧？就晚年身體活，因為牙同補氣咧，我哋叫做泄過受元啊，泄過嘅氣有關啊。所以如果你有陣時咧，啲，okay. 人瞓瞓覺咧，咪成日牙漏窿啊，或者瞓覺成日打開口嗰啲咧，嗰啲係容易泄精元㗎。即係個人啲通常啲成日打開口瞓，即係合住口嚟瞓㗎，依家係嘛？太係啊！即係有時打開口成日流曬口水啊，又或者扯鼻鼾扯得好緊要嗰啲咧，嗰啲係短壽嘅面相嚟嘅。所以牙上口上呼吸道唔得，所以佢要擘大個口瞓覺。咁亦都咁講咧，因為你個呼吸道唔得，所以容易會有窒息嘅症，咁所以都係早死。即係呢個亦都符合科學嘅解釋嘅。嗯。哦，今日 Coco 仲有咩想問啊？冇啦，即係嘅解多方法可以箍牙。而家就係箍牙啦，係咪啊？箍牙，箍牙只係一個即係長遠嘅解決方法啫。溝通啊，去旅行啊，係。我明白。但係我又覺得你個面相係啲強嘅，我覺得。如果你可以嘅咧，你有小朋友，你有小朋友，係啊。你小朋友幾大？嗯，一個十歲，一個七歲。十歲都係咯，係咯，好細啊，十歲。佢應該咧係差唔多結婚嘅時間就生小朋友，所以佢應該就我唔知啊。純粹估嘅啫，師傅真係容易係啲因人成婚嗰啲面相嚟啦。咁我之前睇過都係有師傅咁樣講過，你好容易生小朋友㗎，咁你小心啲啊咁。咁所以變咗咧，所以佢十一婚姻十一年咧，佢小朋友好大機會十歲。嗯嗯，好精明啊！原來係一啲邏輯性咯，邏輯性推理嚟嘅啫。唔係，咁佢個面相有就加埋就似啦，係咪先？真係係啦。OK， 係啦，咁所以變咗亦都估一個係十歲嘅，咁所以又咁講啦，十歲七歲理論上兩個都讀緊小學啦，最少。係。咁你嘅時間應該得閒啲，你個面相比較強，所以我覺得你有少少嘅工作。要 recommend 佢做翻嘢先。係啦，咁你兩個冇咁緊張咧，會好啲嘅。而且你咁嘅面相咧，係你個人抑鬱緊，所以你容易有好多唔開心情緒嘅問題喺裏邊。可以分散下心情。所以你嘅面相係容易有情緒嘅問題㗎。所以變咗你要去分散一下，去找一個地方抒發一下，那你個人的情緒會好一點，也兩夫妻不用經常那麼緊張，但是你的時間也不可以太長，只可能你之前做 modeling 的工作，你可能做 say 有些類似的東西，因為你的樣子是比較在 fashion 那方面會容易 有發展的，所以我覺得你應該讀客戶可以所以變成你可以讀過一點點你真的讀一點點，或者如果你以前有個 fashion 的 background 會更好一點，那你有一點點那邊的工作就會好一點，所以你雖然個鼻相不是很特別即明顯很高，但是你因為你其他的權很高，所以你有一點 working woman 的面相，如果你有機會做一些會好一點。嗯，即係我係事業一間先講啦，係咪？咪兩問問嘅事業係啦，不過姻緣呢一塊就大家緊張啲，通常我就會講先咁解啫。都係佢遲啲嘅問題。即係女人你通常都話問事業，轉頭都係問姻緣㗎啦。都話佢姻緣係女人嘅終身事業。係，所以佢最後都會問姻緣。我認同。都事業都緊要。話咗我唔係，唔好，而且佢個面相係強咧，理論上佢唔係我今日講佢先有考慮做嘢，我覺得佢已經諗咗呢個問題有一段時間嘅啦。不過該做唔該做，該做唔該做咁樣，即係兜轉咗好耐嘅。係，因為咧顧及咗太多嘢，亦都屋企好多戰，好多啲兩個戰鬥，好多嘢要處理咁樣啦，係啦。有長輩，有小朋友，咁係要明白嘅，好啦。咁啊，你諗諗先做咩問題？休息一下。係啊，我見啊，我係一個已經即係等咗好耐啦。你知我頭先一路聽佢講，我自己陰咗。嗱，我又表演咗一輪啦，又俾你表演翻啦呢個。喂 ，Debbie 先，你做咗咁多集，你應該有啲。哇！嗱，聽先，佢唔係一個弟子，我成日覺得佢唔係一個弟子，你難為佢。不過如果佢夠膽試嘅，我都冇所謂。乜都試，大家都知道我淨係由呢一集開始，呢個關你嘅事第二集先開始先聽師傅講嘅，咁我都係我又應該又講咩眼啊，所有嘢。咪你講，你講得咪講咩咯？開始講咯。額頭啊，如果我
咁相比下，相比 Coco 咁，我諗 Creamy 個額頭比較斜啲啦。所以佢唔讀書人嚟嘅，不過唔緊要嘅啫。佢想反駁。唔係啊，我唔係讀書噶。佢中意，我中意讀書。即係佢劇書噶，唔係好多。唔係佢係考，佢斜係考下反應嗰啲嚟嘅，即係職場小聰明嗰啲咧。即係明明考，係啦，考佢最中意做咩？捉題目嗰啲咧，捉到佢中啊中，唔中啊死嗰啲啊，佢算啦。所以佢唔會俾好多力嗰啲嚟嘅。咁佢，我覺得我唔知眼神，總之我覺得佢係好精靈嘅，應該係頭腦閃得好快啊，會轉得好快嗰啲人啊。所以我覺得我唔覺得佢眼神好差嘅，其實，只不過佢眼神就係嗰個定唔夠，即係個時間專注度佢唔係好高啦。呢啲咁嘅眼上三分鐘熱度嘅啫，基本上我有興趣做好多嘢，不過轉頭就冇咗嗰啲嚟噶。所以佢就唔同，佢個眼鏡度佢專注度會高好多，即係呢一個係會低好多嘅，係啊。所以呢個係冇眼鏡嘅，但係佢興趣好多方面，但係每樣嘢都係掂下就走，掂下又走，掂下又走嗰啲。三分鐘。所以佢有乜都掂過下嘅，你問下佢學過咩，有啲咩學過嘅。係啊，我都係學過，其實都係鋼琴啦、單簧管啦、跳舞。你都學過天花板啦，繼續講，繼續講，唔止咁少啊，繼續講。有很多嘅，即係，但係冇一樣，即係你問我，喂，你有冇人你好精嘅，就真係冇。但係以前細個咩都學啲，鋼琴學咗一年幾啦。跳舞咧？跟住跳舞都學咗啊，學咗有六七年嘅。但係細個嘅時候跳嘅，即係跟住冇再接啦。係啊，跟大個就冇啦。係啊，跟住仲有咩學啊？跳單簧管咯，係啊，即係吹嗰啲，學咗兩三年咯。哦 ，OK， 即係兩三年有冇考級啊？嗰陣有冇咧學校嗰啲課外活動咧？跟住另外有啲隊去學啦。仲學過咩？有細個學畫畫、戲劇咯，戲劇我都玩嗰啲咯。都學咗兩年咁樣。細個有做過。全部都係兩年。兩三年之後。係啊，兩三年之後就轉另一個項目㗎啦。係啦，就好多。我驚數完之後呢個節目完咗。好多，唔係我信嘅呢個，我信真係好多嘅。好啦，咁俾你繼續啦，唉。好彩我先，我講師傅啲搭頭啫，但係太皮毛啦。佢嘅氣息應該係咪啲灰啊？我想問。佢係，但係佢灰當中佢仲有啲桃紅色。係啊，我睇啲啲有桃紅色，即係代表嚇。有桃花。有桃花啊！有桃花，桃花。Sorry 啊。而家講緊額頭，食翻個面啊！食翻個電話先。唔係桃花係圍曬喺呢塊面個面盒面盒先嘅。蘋果肌。佢呢啲有，呢啲都有，眼都有，所以咧其實眼佢係笑眼笑緊嘅依家。所以其實，所以呢排好 sweet 嘅，其實即係遭遇應該幾唔錯。即使未 engage 喺一段感情裏邊咧，即係都係啲遭遇，都合格 ，OK， 都做得唔錯 ，well done，well done 嗰啲。幾好幾好，但係咧，我頭先聽就係，我都有不切實際，咁我係咪都好多 BB 帽？係噶，就聽佢頭先師傅講嗰啲嘢好重喎。但係你係頭三段差啲啫，係之後往後嗰啲會好啲嘅，尤其你當然啦，你都係童星開始啦，做演藝啦，咁你當然係十零廿歲啦，係嘛？咁你啲咁嘅感情，理論上都係要偏向於比較接近，可能around 三十歲，或者啲最少啲28。嗱，呢個。你個印堂生得幾好啊！所以其實你最好嘅運氣應該理論上喺28歲虛齡，即係27、8歲開始先會好啲嘅。明白。之前都係比較混混噩噩，混混噩噩。點樣睇下個印堂為之好定？俾觀眾望下先。即係印堂應該係點樣分？點樣望嘢？飽滿。我哋成日聽印堂咧，其實係印堂呢個位咧，呢度。印堂所以眉中間印堂，上邊呢25歲、28歲呢兩個位會好啲嘅，所以虛齡25歲。同28歲兩個位中間都叫做比較好少少。明白。但係同埋你同眼眉真定假㗎？哦，眼眉我而家咁比較飄眉，係有冇幫助㗎？我想問。呢個眼眉好得意㗎喎。我眉整曬。你眉化妝㗎？點樣可以眉整曬？唔係啊，飄咗過一個禮拜到，未甩曬色咁。我成日話飄眉或者霧眉嗰啲咧，都係刺破咗啲皮膚，都係當係破相㗎。真係㗎？係啊。真係㗎？似紋身咁啫嘛。似紋身㗎，所以咧。你似乎係好咗，實質咧就係你啲底嗰啲毛咧就已經係受傷。不過我想問你本身個眉濃唔濃啊？濃唔濃都濃，即係其實我本身唔畫眉都冇乜嘢嘅，即係我啲眉毛都多嘅，都多嘅。就咁，所以專登走去整咗又整彎咗。就諗住，諗住啲嘛。所以咧，你個運咧去到27、8歲之後。
跟住就開始，因為行到尾頭好啲嘅，尾有啲啲嘅。所以你反而去到虛齡三十一二嘅歲嗰時咧，嗰兩年個運程會差啲啊。哦，明白。因為飄咗尾啊。只會冇飄眉，即係眉就係31-32歲你眉頭仲好啲啊，你眉仲弱啲，所以你眉飄得咁緊要，就仲會再落多少少。所以冇嘢補救啊。所以咧，你個面相咧係你姻緣要比你嘅事業要強。不過你貴人運相當之好嗱，我唔知你個鼻。我當你的病是真的啦，因為依家基本上就係啲未整形的技術很流行嘅，咁所以變咗就係呢個鼻咧算高和算闊，呢啲有個名叫截筒鼻。截筒鼻的人咧就係一睇埋耳仔先，耳仔嗱耳仔你算薄，但你算長。耳仔薄的人咧就係自己的身體幼年麻麻地。容易有小毛病，係啦，特別係呢個心血管同呼吸系統嘅病。第二咧就係你嘅耳仔長，即係加埋你個鼻係咁樣額上咁樣，所以出生你應該唔算差。就算屋企出生冇咁理想都好咧，屋企對你嘅栽培係非常之好嘅，即係將即係叫萬千寵愛在一身。咁所以變咗先至有呢啲咁嘅鼻相啫。咁所以你嘅鼻相就會好嘅。但係我又覺得你咁嘅面相咧，比較偏於其實工作事業嘅發展係比較停滯啲，姻緣會比事業要嚟得強一啲。係，即要我將我變嗰個姻緣做咗呢個終身事業，我係關注開心嘅感情就算啦。OK， 係啦，所以你係個不過你咧，你同佢同一樣，你兩個都係比較容易露牙嘅人。露牙嘅人講嘢係直接嘅，咁所以變咗你都係有多少都要整形嘅。誒，箍下係好嘅，不過問題就係或者收下把口都可以。係啦，佢理論上就係佢性格冇你咁硬。佢性格會比較柔一啲。咁所以變咗咧，但係佢兩個揀嘅對象咧，都偏向於可能大少少會好啲。但係佢個大冇你咁大，或者中西配冇咁嚴重，或者叫異邦配啦。你嘅異邦配冇咁嚴重嘅時間咧，就可能你啲有多少做經商啊、做生意啊、做 trading 成日走嚟走去，逆馬會比較強嘅人啦。又或者年紀大，你可能都係講緊5-8年以上咧，理論上會好啲嘅。咁呢啲咁嘅姻緣配對嚟講會合理一啲。明白。咁但係就唔係話太有冇介紹嘅？自己有冇同人咁嘅人咧？桃花咁，桃花咁有貨啦，使乜介紹俾佢咧？逆馬好行嚟行去可能調翻轉啊 ，Debbie 問有冇貨介紹咧？咁樣係啊 ，Debbie 唔使啦。Debbie 有一個，我要嘅。幾個都係桃花，唔使講呢啲啊。好開心。好啦，咁頭先師傅咧又講咧 ，Creamy 又好似桃花又好好喎，面相又好啦，笑容又唔錯。咁我哋跟住，不如我哋下一節翻嚟，跟住我哋再講下佢事業啊，或者其他嘢啊，好唔好啊？哦好，姻緣緊要啲定係都係事業為先？嗱，以前細個嘅時候啦，我梗係覺得事業啦。跟住我就覺得姻緣嘅，跟住而家我跨世界，我而家又會好專注一個事業，我唔事業上咯，即係可能另外都有一樣嘢，因為我成日咧都覺得會唔會係我靠唔到男人嘅咧？好安全感啫，係嘛？呢個嫁到一個好嘅男人咧，我成日驚，跟住覺得咁不如自己。我下集再講下呢個問題，非常好之好，下一節翻嚟再講。好啦，咁我哋下一節見啦。好，拜拜。驚錯過我哋精彩嘅節目，而家上嚟呢個網址就可以訂閱曬我哋八大頻道，付費之後仲可以重温曬所有精彩嘅節目。記得要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贊好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啊！